我今天涂了腮红，显得好小。你就是我最可爱的。No, that's my 小奶团子。哦。小奶团子英语怎么说？小奶团子用英语，我也不知道。Rice ball。爱你宝贝。我们吃饭啦！我们今天要开启美好的一天啦！开启美好的一天呢。开动了，开动了！这里都没人。我想吃好久了。进行春日步伐会议。在英国的时候，打电话的时候。有好主意的人，请踊跃举手发言。我想吃蒸蛋。没有意见。竟然又失败了。不过的确很划算啦。我们结婚吧。让我考虑一下。嗯。就不在的时候，蜡笔小心点都不好看。然后你在的时候就好好看啊、嗯哎、我自己看也不好看，反正我是喜欢看你的表情。原来是这样吧。反正现在没人，试试看也没关系哦，两位也来试试吧。可是我已经是机械驾驶了、嗯、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dear Kristen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Yeah. 谢谢宝贝。最近给你写的谢谢宝贝。写比较简单，因为。因为我在想，就是一句话我就能总结，想跟你说的，嗯，就是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，宝贝。生日快乐啊，谢谢宝贝。这样子插在哪里呢？这个你想插在哪里？你往那边坐一点点吧。插这个这里吧。18岁了，然后我的小奶团今年是3岁了，是超过20岁就会说，我就18岁是吗？超过18岁就、啊、超过18岁就一直说自己是18岁。对呀、啊，你是女孩子的年纪不可以乱说的。那好吧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今年3岁了。对，我是3岁小奶团。明年你就2岁了。对的。再明年你就1岁了。对的。刚刚，跟一只说。我前几天跟他说，我说你生日的时候，我让你许3个愿望。然后呢，他刚刚说，其中一个愿望可以给我。然后我说 ，I wish we can go to the mall today。这是小孩许这个愿望好几天了，好久好久了，好久好久了，因为之前都不能出去，我今天在家快憋疯了。他是最后的小阴人，要保护他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好想出去玩。好，我们今天出去玩，好吗？嗯，好。反正后天要上班呢，上班都会有很大风险，对吧？对吧？对的。你后天就去上班？嗯。明天请假，你就只请一天？对啊，再不请，我再请。你的病假还有吗？
没有，我虽然有年假，有4天年假，但是我太多工作要干了。我再不干，他总归都是我的活。嗯，必须要干完呀。这小孩算很清楚，工作是工作，请假是请假，只要明一小，只要请了假，坚决工作，因为有工作，所以不请假，是吧？嗯，但是说实话，还是有点怕。说那个发烧，这次病毒很厉害，这两天还没到新病毒，不是有 XBB 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因为我这回在飞机上我就有症状了，我这是我坐过最难受一次飞机。你好白吗？什么可爱的小朋友？哦 ，sorry。Sorry, 好。爸爸，这像不像要去工作的护士医生？这个是净化器到了，然后黄色的是那种胶囊充电宝，然后揣在口袋里就蛮方便的，它里面就会散发出那种 kill bacteria 的那种东西。你们看见他的头发像不像小狮子？嗯，今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，他对着我说 Good morning， 然后我一睁眼看到他，吓死了。我因为现在太可爱了吧，我早上要比现在还萌，咱们必须要把它压住，它不然就会蓬起来。好，必须要压住。为了美观起见，我把你这个镜头往下压一点。这边有一个小画展，有个小朋友的画展。这都是学生画的吧？学生小朋友，小朋友画。7岁啊，啊，这是12岁画，哇，我12岁画的还蛮好的。我12岁比他画的好多了。哦，这个画的。这边有一个，RCA 的小朋友在这边说，7岁的时候比他们画的都好。但是你又没有办法说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吧？就是日漫可以，像漫画，对对对，漫画就可以画说好不好？像那种比较抽象的就没有办法去说。这个画的也还挺好。哪一个？看它空间造型结构啊，这个，嗯，啊，这个是还不错哎。那个房子不是很好画，但它画的还挺好。小改，它的空间造型很好。哦，抹茶卷，这个感觉还不错。这玩意儿好好吃。最近这位小朋友在减肥，因为胖胖了，因为他胖了很多，自从生病了以后，为了养好养我的 CT 值，为了养 CT 值，然后就这个12天中就是睡了吃，吃了睡，然后吃了很多很多肉和蛋白质。是圣诞节的 installation， 现在已经完了，他还在这边放，他要买这个。对，买这个 Le Pen。买这个 Almond 这个看着好吧？好啊。买个这个。我看的倒是没有什么食欲。哦，我真的很喜欢吃。哦，但是我很喜欢吃这个白色撒的这个白色的东西，就甜甜的。啊，糖霜是吧？嗯，糖霜。Why all looks so fancy？ 这个，好。你要拿有中间带巧克力的吗？对，我想问你一下。巧克力太，那就糖 ，calories 太高了。对，就是。就这样吧，买单。